现在我们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大悲咒水，即为佛像开光。请大家起立做大礼拜。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坛城三宝，嗡啊吽。二拜诸菩萨，嗡。三拜诸护法金刚，嗡啊吽。四平等一起手，同学会圆满吉祥结束了。感谢根本传承上师的大加持，感谢师母仁波切、诸位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贵宾、同门善信大德的护持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网络直播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log. Thank you for viewing.